很多人受伤担心会留下难看的疤痕，尤其是在脸上的伤口就很怕会因此破相。花莲医院的副院长林哲明他表示说，其实肉毒杆菌除了可以用在医美除皱之外，也可以让伤口复原得更漂亮，是民众一项新的选择。难看疤痕是许多民众心中的梦魇，只要受伤或是有缝合伤口，为了美观都会选择贴上人工皮、美容胶或者是涂去疤膏等等，但对抗疤痕生长的效果就还是有限。花莲医院副院长林哲明表示，其实现在有更好的做法，只要在伤口周围施打肉毒杆菌，就能够有效让缝合伤口恢复得更漂亮。我们本来预期这边的伤口是会比较不好愈合的，疤会比较明显，但是我们打了肉毒杆菌以后，感觉上它的愈合反而比较好，好，感觉上它的愈合是会比较理想的改善。大家都知道肉毒杆菌，我们很常运用在脸上的除皱，包括鱼尾纹、抬头纹或是眉心纹，或是其他的像国字脸或者是萝卜腿，好。但是肉毒杆菌其实在运用上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研究，那我们也发现到肉毒杆菌对疤痕，尤其是脸上的疤痕，它有可以达到明显的改善，就是最好是在刚拆线的时候就来打，这样效果会更明显。林哲明指出，肉毒杆菌运用在医美的原理是阻断神经讯号传递到过度收缩的肌肉，使过度收缩的肌肉放松，改善动态纹，达到除皱效果。同样原理运用在脸部伤口，也可以改善疤痕形成，达到去疤效果。如果民众有对疤痕的相关问题，也可以到花莲医院求诊，经医师评估之后来做后续治疗。记者徐丽琴，花莲市报道。